直播达11月15日血上海上港本赛季打破恒大对于中超的垄断，首次斩获联赛冠军。足球网站 Who's Called 评选出本赛季中超联赛最佳阵容，上港球星吴磊领衔该阵容。在阵容中，上港外援奥斯卡以及国安外援奥古斯托均获得了最高的 8.2 分的评分，两位巴西中场也入选了最佳阵容。门将位置上，上港门将严俊凌凭借出色的发挥成功入选。后防线上，苏宁球员吉祥、恒大后卫张琳鹏、鹿能外援吉尔以及本赛季改打后卫的上港球员于海成功入选。中场方面，上港队长胡尔克、上港中场奥斯卡、国安外援奥古斯托以及吴磊入选。前锋线上，恒大的巴西外援高拉特和鲁能的意大利中锋佩莱当选。外媒评选出的阵型为442。